几百个小时、几千个小时不到，然后自己什么水平逼，心里没点逼数，然后就反而来说屠夫是挂。这个四点四过去先偷人一刀，四点四追击速度会快一些，偷人比较容易。操，被挡住了，没看见，我操！这也行啊，我以为我玩的是小丑，没想到我碰到的才是小丑。死锁了，把大盘机炸了吧。因为刺客本身就速度快，第一时间人家不跑就会被偷袭。小妹不知道抓哪里去了啊，这边。这样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好像我追不上他，就他一直往小地下室跑就行。他一直往这边走，我根本追不上他。
哎呦，能打到吧？令他从上面跳下去了。哎呀，回去针对小黑妹了。傻逼了，这些人都早一点就都不会啊、哦！飞机，挖行是不是在这边？他刚才从这边来的，他可能在修大房后面的机子。果然是。跑出去了吗？